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罗马的驾驶们感恩教宗吧。日前方济各于梵蒂冈举办的一场会议中呼吁意大利警方对驾驶们应手下留情。他指称驾驶们开车在街道如同赛车，起因是现代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充满竞争力。综合外媒报道，教宗方济各本周一20日在罗马的一场会议中，他呼吁警方对路上富有创造力的驾驶们要有耐心及同理心。他也批评现在的驾驶竟把街道当一级方程式赛车 Formula One 的赛道，并将红绿灯当大奖赛 Grand Prix 的起点线。方济各对警方说，展现慈悲不代表的软弱，也不代表要放弃使用公权力。执法单位应深入了解驾驶为何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原因，甚至特别指出是因为近年智慧型手机普及，导致驾驶分心而违反交通的行为越来越常见。除此之外，他也表示罚单金额的无法提升交通安全，而是要教育民众意识到对旁边车辆中的另一人负有责任。据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2016年道路事故的死亡人数为3283人，受伤人数为24915人，其中分心驾驶与违规驾驶就占了31%的事故人数。